是位网络电视台小薇呢，今天来到的呢是在金山非常有名的这个呢是绵绵冰哈，而且呢我们刚刚吃完了这个很有名金山鸭头呢，一道到对面这一家那个绵绵冰哦来买，然后我们请我们的老板娘，哎，好像你们那个哪种蛮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哪一个蛮好吃的？大红豆是不是？大红豆跟花生，好。大红豆多少钱？怎么卖？三球二十块。那我就买这个大红豆的，大红豆的两球，然后这一个花生的一球。就过来，你看。大红豆哈、哦，你看。哈你大粒哦，都是来宾哦，三球哦，才20块钱而已哦。来个金山这家，小狗短袜哦，小狗短袜哦，来20块钱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不要忘记来到金山呢，除了吃完这个很有名的鸭肉之外呢，哦，这个实在真的一定要到对面这一家呢，这个是几号？哦，金包里街哈。金包里耶哈，79号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79号呢，这个绵绵冰哦，哈，我们这个这么亲切的这个老板娘哈，哇，今天虽然是天气蛮冷的哈，但是呢，却不减我们讲吃这个，在天气很冷的时候吃这个冰的感觉一定非常棒，一定要来哦，拜拜。老板娘买啊。老板娘，好，谢谢。